爱咱用心，即个叫心内底烦。啊，假使你若生气，有落摆你生气，啊，我已经烦，我已经烦了。用一个啥呢？用一个不生不灭的华住心，然后道理即个啥呢？本来无迄个恶的心，然后把你迄个歹的心存落去啊。啊，所以自信自度。心愿的光芒，今日我发你遮讲，人生连绵，你若得到迄个不生不灭，还可以等。所以我发你遮讲，迄个人生连绵，你把这个人生连绵的精华摕落，放伫心肝内，然后做个心机的精华，叫做不生不灭。啊，不生不灭，大家更加坚定。然后同款，你依照这个本性，这个性内底本来无蕴，然后破裂出现，本来清净，但用初心比较邪恶，顺着这个。清净的本心，你是清净的物件，所以有遐相对发来到你的心上，你自然中间你就把它化掉啊，你就化掉就对了，你就不简单嘞，啊，真正化掉，所以好汉嘛，拢会讲哦，大家讲安那么会，听那么来，啊，听下讲我个，我个许，那个不及格。我不行，我就不及格。所以我今天要用一个啥呢？心平气和，一门深入来讲我家己。我甲家己，大家讲我的心平气和，我的心平气和。但是啊，都会进来甲我考验嘞。啊，我大概拢都会去记心动念嘞。哦，我今天都不及格，跟你像我个零分嘞。啊，我像个勉强及格，到了十分。啊，六十分来看，我嘛讲话嘞，啊，就进步。啊，佫过一段时间，啊，佫是进来啊，佫互你。提醒我来嘛！我爱干嘛？我爱做不及格啊！所以及格到不及格，你要大家要放手对啦哦。啊，我大家你放手，我都唔掂去啊！我去想啊，去破功去啊，去破功去散功去啊！我爱大家家己放，安尼唔掂去啦哦。所以，咱今日就讲，率先做得到，就是依照前几天所有物件，你伊讲就你拍袂掂的，伊讲就是无，你安那拍先哦，咁样安排拍袂掂。那这些什么爱，啊，得到色即是空，色来得远，啊，得色来的慢，你家叫做不动，家叫做空动，家叫做色，啊，电来动，家叫做色，不动家叫做空，哇，这个是一样哦，在这绝对的本体的架构出现，在相对的因缘出现，我们就是在相对的因缘出现来修道，啊，而且个人一定要率先。你要率先注意到顺心，啊，顺心，依照阿弥陀顺这个心，啊，那个不生不灭，本来无一物，寂然不动，啊，这一个性，阿来跟这个率先注意到，然后呢，修道诸位教的空单过高不起，感觉心，哦，就简单，所以过高不起，那克己复礼嘛，啊，那克己复礼，这个贵有克己复礼。所以修道诸位教，你讲迄个个小巧慧，啊，甲不急。所以咱这若是田家，田家就是无小不急了，就是迄个田家上辈跳，上辈老，啊，上辈功不急嘛，那唔对。所以，比如我在这一路修道的道场中，在环境的历练中，我们起一个平等之道，就是中才不会过于不急。接下来就这两个字，你如果得到这个平衡，那么你就对了。但你那个修出来，咱家己属性，咱家己属性，咱家己的心。你今天去一个医生，然后在这病患者上面买体质的心，你要用药就高难度了。你用药就很不稳了。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什么属性，你是阳虚还是阳盛，还是阴虚还是阴盛，还是中和还是醒不呢，还是醒热还是醒寒呢？你一个医生，好的医生，你来知影讲，这患者到底是啥物款性，然后你用药来当用药，这个药到病除，那个因随缘而教，因材施教，而且帮助作怎样，伊会地主的性，所以你要安那。教育伊地主内底，伊地主伊的所有的事用啥物办法？哦，这个叫做修道诸位教。恁今日应该知影我是啥物款事？我是一个，啥物款事？你也知影讲，你的事对了，然后你刚刚入手，这个情况，哦，这做不简单的，哦，这真正做不简单的，做不简单的学问就对了吼。
所以讲我以前无接，那讲我江苏嘛无接，所以我先混，伊讲叫田林书，啊，条例大叔，啊，伊是田林书，伊是一个条例大叔，什么原因？伊就是拢总知影，爱甲咱使用，伊拢总知影咱使用，所以伊天性来了解众生的性，天性啊真，那么众生的性就是个见。所以天性啊，真啊，叫做行。那么众生在到底行伊的头前，那么自然众生伊的百病就能够在这个境里面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不做破烂，不破烂做清楚，但给咱看不做不清楚，伊那懵逼。啊，这是叫逻辑这个概念嘛吼。所以讲，为什么老伙重要在行呢？行摸到行，老伙摸到行的心，哦，摸到行的心。那么天灵即为性，好啊，我来解释这天灵即为性。天者为嘛哦？那伊是主宰，那伊是涵盖大家的利益。为哦，咱讲。为什么它叫做唯一？当然是方面，不是第一哦。第二是方面哦。天就是上天给我们的，这个天不是三十天里面的天，是唯一的天，就是咱用这个上天佛的那个天。所以三三宝，三三宝，而且三三宝。所以今日一日出山，一日出就是讲哦，出。个山，啊，会甲佫加一个山，叫做三个山，叫做三三宝。啊，恁个边啊，有三山，恁边有三山无？有无？即个，这条山，啊，这两个，佮是山。这两个是山就对啦，这两个皮贡，皮贡佮是山，所以三三宝，二宝节。所以，这三三宝二宝节，这个叫做。这个叫做咱的主本性，所以叫做圆观，这叫做圆观。所以这个圆观呢，是咱今日去修炼。所以人讲哦，一本三万书，哦，万书就是佛教，佛教做佛教的嘛。啊，万书跟回归一本，讲哦，常常念，啊，常见嘛哦。啊，你今日我还有一个想法，就讲哦，这个、修炼。诶，功夫足好，哦，就讲哦，咱所有诶，即个过去，伊咧去弥念个即个物件，所有即个歹个物件，咱回归到咱个本性内底，才甲叫做处。到咱个处，咱是洗身躯、洗面、洗脚、食饭、换衣服，才同咱个即个纯洁。所以出去个弥念，到来到处，叫做才叫做纯洁，才叫做洗。在咧说对啦，身心理性，理性哦，啊，修心练性，理性练性，而且这个心处理了，这个心再来到家，这个净土来变成干呐，伊啊修炼，伊啊这个啥，伊啊再来修习，再来定位，再来处理各一半，这样定位。所以今日我阿同学来讲，我面试嘛在泰国，我来讲，我阿同。你去唔对啦！哦，我今日老难食嘞，啊心足艰苦嘞，啊头壳痛痛啊，弄安尼，弄个。把酒洗洗洗，啊休息，啊深呼吸，啊这心沉淀，啊你脑叶杂念万想，啊就慢慢消失。啊，他不和朋友这个朋友啊，你也爱练啊，这个我爱练对啦。所以你平时啊，拍卡拍过的人哦，我感觉就多厉害。你的合同配的这个心肝对啦，安尼哦，心放下去啊，放松，气也放松啊，脚也放松，啊，熟悉。哦，啊，不要啊，那代志拢来以上哦，你一叫人拢来以上哦，啊，豆豆春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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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春天到了，帮你做运动。那个修就洗就休息就好了，啊，你心不能放松，脚也放松，心中放松，脚放松，什么都放松，
哦，去可以放松，咖啡放松，胆结石，但想太困难，想太放松的你，还是你要放松。好，咖啡放松，想太困难。我们才调够钱，我们心跳啊，那边放松你又来了，我们心跳啊，心跳，心跳太高啊，哎，他照你又来了，他照你又来了，哦，我要不吸烟，不吸烟，连到高压哦，我一有来就变成一种习惯了，我这边想的哦，昨天见了哦。癌症医药补贴啊，癌症医药补贴，癌症医药补贴啊，不是，癌症医药补贴啊，癌症医药不是，不是讲真正讲无药业补贴啊，但是像你21世纪，大家病是三方病，那个神经病、神经就会出病，神经啊，那神经哦，就会出病，无药医。所以真叫医家病啊，真病袂容易。神经一个是高难度，所以真人会跳楼，哦，啊会去自杀，哦，爱上开，啊足会烦恼，啊忧郁症、躁郁症、甲失眠症，哦，忧郁症、躁郁症、甲失眠症，就是神经出问题。哦，啊，咱这个3D 的产品足济，这手机啊3D 的产品，伊拢应用在咱的神经，辐射在咱的神经。所以你的手臂啊，你来用固定手的嘛，啊，啊，放伫裤袋啊，你的肾脏会受损，你的手臂啊，放伫迄个啥呢？放伫腹袋啊，即个胸前，你的心脏会受干扰，哦，啊，佫啥呢？哦，你放伫手臂啊，放伫迄个头壳，啊，你头壳也是那个神经药，所以头壳会影响啊神经的错乱，交感神经系，即个啥呢？一起在做副交感神经系。在很重，所以交感神经、副交感神经爱边缘，哦，啊，你讲咱脑神经它很健雄，脑神经它很健雄，啊，所以来啊，我们就讲哦，3D 产品的作者，电脑、手机啊，一日用18点钟，一日用18点钟，啊，时时刻刻，这是咱的爱人，是不是爱人？啊，比爱人更爱的哦。因为太方便了，它给我们制造很多的困扰，因为这方面呢，它解决咱造成的困扰。所以这批咱大家摸着心肝，摸着看地啊，摸着咱的上界下的所在。所以咱若出去，这批都冇袂钱，这批若袂钱，以后就歹做代志。哦，我这批是啊，讲何事哦，太要死了。哦，我咱若再艰苦就对了。买物件，一支刷卡